起来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保守我们脚步来到我话语堂来做礼拜。我们感谢你，不管天气的变化，虽然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依然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在这里敬拜你，听你的话语。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敞开我的心，来到你面前，用谦卑顺服的心来敬拜你，也希望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我们灵命的造就。我们看到华语堂在这里继续的茁壮成长，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恳求您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传你的福音，不是满意满足在有的牵挂，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华语堂能够在这里吸引更多懂华语的人愿意来到这里做礼拜来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的青少年团契，他们将在七月一号到嘉义关渡教会来做短宣，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哇，他们过去的年日，他们经过很精细的筹划，或者就是要来传扬主的福音。我们恳求你，让他们在这几天之内，能够借着你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由他们的口来传扬主的福音。在他们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能够知道，能够依靠主的力量来传主的福音，让他们在这几天能够从中来得到，来得到他们所应该要学习的，是吧？他们的心意，求主你来成全他们，求主你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在那里的日子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会遇到无法预期的挫折，总是我们相信你会带领他们走过这一切。我们将他们的行程，将他们在这几天透过他们的辅导顾问及二十几位的青少年团契，他们在那边所做的工，就是引进他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怎么去传福音，也求主你让我们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代祷来帮助他们，来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求你再次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得到应该要得到的，是吧？我们再次谢谢你的带领，你将祷告奉告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们来看圣经，记载在旧约诗篇三十七篇，在旧约哈三十七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三十七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第六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包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接下来讲到今天洪传道讲的题目是以神为乐。